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哦。那么今天来到这神魔三国志，那我们招谁惹谁？来到 Part 22，那今天呢，为各位准备了500张的高招哦。那希望呢，可以把到底500张能不能入手我们的魔国家？魔国家差了6张哦，然后魔陆逊的话差了5张。那其实我也有点想要省小乔啦，那我不知道。那听说最近那个魔孙策又常出现了，蛮常出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到底会不会有魔孙策的踪影哦？那我们就看下去吧。那今天就废话不多说，大概会抽500张，然后留59张，你就开始抽喽。第一抽 ，Go！ 哎呦，只有1张而已，1张，月英。好了，不意外啊，我觉得月英常出现了。再来，太史慈也是好基友，肥料好基友。再来，徐晃，哎，这一次三国都出现了，那接下来是神魔呢？拜托，来个好的吧！哎，我当初需要张昭的时候抽不到。然后现在张昭出现了，好不好？下一个是那个卤肉饭，是不是？我们不客气了。好，张飞也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不如说张合，哎，这个也是肥了。今天怎么？周泰好，你们来个2张嘛，真是的。徐庶。来来来来来 ，Go！ 哇，黄忠到底还会出现？哦，太史慈重复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先消火一下，我们换一下这个。我觉得今天运气真的不太好，这个来连五抽好了。拜托啊，来个魔国家魔陆逊神小敲敲敲敲。敲敲敲！哎，我觉得，哎，好哦，接着做，接着抽，人生不要冲哦。关羽，属关羽，会不会来张辽呢？啊，许褚，哇，今天都没有双黄蛋呢。鲁肃，终于等到你了，很好。拜托来个好的吧！哎，有颜色快接近了哦，颜色快接近了，来了魔国家神赵云。哎呀，哎满了是不是？我们再把它卖一卖好，一件献祭。我们快速解决。我就不相信你不给我好的，张合。哎，不要这样这么过分啊，拜托啦，求求你了！属诸葛都出现了，还不来？徐庶，马超，马来沟，许褚，拜托，来张好的吧！又满了，是不是？最近怎么那么快满？五体不满足啊！一件献祭，我们把那个快速翻入好了。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做啊，不过先眼下就是想要快点抽完。拜托，这个实在是给的实在太烂了，这样给对得起我吗？好意思这样子吗？好，这里再连五抽，魔曹操啦，魔陆逊啦，魔郭嘉啦，哎呀，用叫不行是不是？用叫不行是不是？是不是？不要啊，不要啊，啊！今天的好像不怎么友善的感觉呢，不怎么友善。拜托，我已经求到没有生存意志了。哦，魔张飞都出现了，这张也很难出现耶，魔张飞是
是谁说魔村彻常出现的？我都看到别人抽，黄忠也出来了。哎，都没有双黄蛋呢，吼！张和又是张和，大乔，我觉得有点腿软了，司马懿，拜托啦，来一张啊！哇哇哇，我可以学那个了，耶、yeah! ！好，我们先把那个学起来。哎，不行，好，可是我学起来，我就没有得抽了。我决定了，为了各位观众。我虽然陆续已经满了，我这两只，然后这里四只，好，陆续呢就是我下一次君主要，我君主已经凑满技能，其实我君主技二也凑满了啦，那就差魔国家四只，哎、欸，六只说错了，就可以学了，拜托，拜托你，魔国家。莫迪，哎，又满了，那是莫迪加呢。一剑先记好了，我每次要这样干吗？快速放入。这件事情真是不太好这样做。哎，我觉得今天关键角色全部都没有，哎，好一直这样子哦。一定要我这样一直碎碎念吗？不要这样子啦，来了啦，可以了啦，神周瑜，够了，你够了，我生气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对我嘛，哦，神真姬，神黄忠，魔国家啦，魔国家，好，算了，我们。他就这样子对我，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我也没有办法。魔国家啦，好，黄忠，好不好？黄忠，我蜀黄总都出来了，蜀黄总都出来了，抽到有种厌世的感觉，你知道吗？荀彧，好，很好。哦，终于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各位观众，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里面到底有没有魔国家啦？到底有没有魔？我加，我有两张神咒语了，很烦欸，神咒语我就满了。马超马来高，我有，哇！真的有魔村彻欸，各位，真的有，不是盖的啊！魔村彻来了，哎，魔村彻我好像没有半只，是不是？我看一下。魔村彻我好像没有半只，哎、欸，他在哪里啊？我在这边才对，那我只有一只而已吧，恕我眼拙啊！好，那时候我好像没有换魔村彻。他既然来了，我们在这边抽抽看好了。魔村彻，魔国家，又神周瑜，不要神周瑜啦！神真姬哦，魔村彻两只打造，魔村彻真的没有盖上盖子哎，真的没有盖上盖子啊！好，没了，今天要快速解决，不想拖太久。太史慈又满了，是不是？100，我们先那个好了。哇，这个没有了、哦，那我们先一件献祭就好了。然后把这个好、啊、应该够了，我觉得就这样就好了，还是要留一点，不能都没有三星的肥料，这样会很麻烦。徐庶，哎，魔国家真的是很夸张哎、欸，哎呀，我看一下哦、喔，先升一只起来好了啦。再留一只当九星的肥料，然后这个把它升起来。看一下哦、喔，都被我弄起来了吗？没有啊。换歌留，哎、欸，好，我觉得这样子好，一二三。
然后我们升肥料够吧，应该是够。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还要九只哎、欸，可以，那我们硬生出九只出来好了。生九只出来，然后一二，再弄一只，蛮宠是不是？然后五只这个，我们这个有没有五只？哦，这里有五只，可以。合一合，然后再来吞肥料好了，搞个九星出来。好，那我们再把这个啊，这个吃掉。一二三四，身心吃肥肉喽。一二，好吧，这个吃掉好了。三，哦，那这个就没有是不是？还有两只哦。哇，两只就不够。那我们看蜀国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好了，把它吃一吃。三星，三星，张飞我想留着、欸。张飞不要留着好了，蜀国的人已经够多了，蜀国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再练一只起来当成那个好。月英也要留着哦。哦，我按了什么东西？月英把它留着，月英不能动，月英就留着。然后张飞把它弄掉好了。一二三，马来糕。好，然后月鹰留一只就可以到九星，还有两只月鹰是不是？两只月鹰才可以升到十星。看一下哦，哇，月鹰这边没有月鹰哎，哎，这次月鹰真的那么少？那我想一下哦，那这个应该看一下黄忠可不可以到十星啊？我忘记了，黄忠可以到十星，那我们升一只十星的黄忠出来好了。嗯，十星的黄忠的话，一只够，一只两只，还要一只吧？是不是？哇嘞，黄忠也不够。好，我现在不确定能升谁，那我们就先不要动它好了。那这边的话，大乔够，那我们把大乔给弄起来，那大乔就可以够我升十星的分量，一只两只。黄盖，哦，我要把那个陆逊给绑起来，到时候吃掉就哭哭了，哭哭哭哭，陆逊终于够了。那下一个阶段我应该就会存高招，然后把陆逊给学起来好了。眼下的话就刚好升一波好了，我觉得可以升一波了，再把实力往上调一下好了。不然最近都被压着打，人生觉得非常痛苦，你知道吗？我看一下哦，需要一只两只，我还需要两只，对不对？然后我留一只孙权，那个这个黄盖，那我可以把太史慈升两只是两只六星的，那我太史慈留着一二三，然后再升一只太史慈起来。那剩下的都可以当肥料吃掉了，肥料够了，那我要升大乔。哇，没有没有不够，这边有什么可以吃？所以哦，现在的肥料就是多到溢出来，你知道吗？反倒三星不够了，是不是？反倒三星不够了。自己吃自己多开心啊，吃一吃吃一吃，吃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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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吃可以再抽一波、哦。那我看一下啊、哦，我的大乔再往上升，一二三四，三只不够，好，我们把这个先留着。哦，这个也是不太够。
好，我们应该可以够抽了啊。好，我们接着抽，我剩下100抽喽，剩下100，哇，为国家也可以啦，我现在需要哦，愿意来了是不是？一起来 ，Together Forever。月英够了，月英够算死心了，唉，人生就这样子。高顺又是高顺，摩波张昭，摩波摩陆逊摩国家都不给我呢。郭，哎，黄忠也来了，神黄忠，黄忠跟蜀黄忠都一起来，哟，又来自陆逊了。没有的时候呢，缺的要死，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起来了。每次都这样子，可恶！你我，又神周瑜，今天这500张里面的高招加上大概100多张的这个招贤令，抽了4张神周瑜，哦，我实在是晕倒，你知道吗？不要给我，求你了，给我那个，哦，都不给我魔呢，欸，魔都是怎样，这个魔真的很夸张，欸，很过分，欸，这样我技能到底要怎么学啊，好烦哦，啊，就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憋而已， 我的计划就是憋到积分够，哦，我积分想要憋到可以去换那个神巡，哦，我们就等神巡出来就再被压一阵子吧，我觉得，不然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就不给我，魔国家啦，拜托，系统，你已经没有什么游戏直播组了，你还不对我好一点吗？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你好意思这样对我吗？看一下我还能喝什么？你千万不要出现在我的包包里面。我这个月影也可以升，那我月影要三只，对不对？够，耶，够。那我基本上就是把魏国弄一只九星出来，那我就可以把月影升十星。好，我们先把月影升起来。哦，蜀黄忠，我有点想要玩一只棋了，有一点点想而已啊，还不是到那么想。我先把它绑起来再说好了。马来高吃掉，好，徐庶也很多，不用客气。这个，然后三只都在徐庶，吃掉了，然后月英把它吃起来，开起来。然后这个好啦，基本上呢，蜀诸葛我应该不会升到13星了啦，基本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给 KO 掉好了，就让它暂时卡在12星即可，然后就这样子搞好了。好，我当作眼不见为净。然后好，这边的话可能就要再去升一些六星要转五星，要转六星的肥料出来比较好，不要再把它当成肥料吃掉。比较常会用到应该是蒋琬，然后跟张松的部分，所以蒋琬可以再合一只出来。看一下张松留着，然后把这个吃掉。哎，没点到。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月英常出现，然后徐庶也很常出现哦，所以说这两只会很常被当成肥料囤积起来哦，囤积出来，所以说基本上要这样子抽，哎，这样子吃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吴国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应该先升一只甘霖出来啦，我觉得啦，甘霖升到十一星会比较好一点。好，我们不管，我们先把这个再抽，我剩两抽而已哦，剩两抽。系统，魔国家到底要不要给我？你魔国家到底要不要给
我呢？好啦好啦好啦，你走开啦，你走开！你看我的那个这个酒啊，已经个十百千万十万，快二十万了哦。所以最后三十抽，我们就一口气抽完了。到底会不会给我们国家？到底要不要给我们魔陆逊？到底我魔董卓神赵云，今天神庞统出来了，快干了哦！你好意思这样子吗？你好意思这样对？对对，我好像看到蛮多只神赵云的，然后神庞统也出现了，然后就是不给我。哦，神赵云已经八只了，很好啊。然后神庞统又来了两只，神周瑜目前已经有十一只了，还可以直接给他哦兵转上去，很好啊，凉凉的，人生觉得非常的寂寞，你知道吗？那个怎么会这么如此的难抽？今天就只有抽到魔孙策一两只，到底是要我怎样？到底我生气了，我觉得人生实在不太愉快。我们再换二十张出来好了，我这至少要给我一张吧，至少要给我一张哦。我今天真的是抽到快俩公了。哎，这看寡是不是又魔董卓？你系统最好，你又孙策，又孙策很好，又孙策，你还要我怎样？又怎样？都想哭了，拜托啦，给我一张啦！有就他就是不给我啊。好啦，那就只好继续憋咯。我们最后呢的结果就是开到三张魔孙策，我觉得这个几率也算还可以啦。那魔孙策的话基本上就是叠负叠伤叠，看一下哦，他就是去清掉对方的一个，他有机会去清掉对方争议部分耶，然后还有机会开霸王状态不可驱散，然后当目标负面多于那个争议状态的时候，每多一个负面状态就可以跌高跌伤害往上增加生命上限 5%、哦、这个也蛮高的，就表示说但不会超过自身实力10倍攻击力10倍就对了，但这也算是还蛮 OK 的啦，我觉得也算是输出型的角色。好啦，那我们看一下到底可以走到哪里好了，看一下哦。我的魏国家可以升上十一星的啦，我想要把它升上十一星，因为我的那个什么我的那个墨金校尉有需要他帮我去把那个伤害叠高一点哦。那现在的话看一下哦，国家蛮宠，好，有蛮宠对不对？太棒了，蛮宠被我吃掉了，一二三，我还有一只蛮宠，然后两只肥料，一只蛮宠，然后两只肥料。我们现在其实，不过魏国家不行，我去升他的话，我要考虑十三只，哦，十二只十三星的问题。好，我觉得暂时先不要去动他，好，我们先把九星肥要跟弄出来就好了，当个最后的 ending， 到底能弄几只出来好了。欸，这里没有半只是不是？这里拉一个两只好了，这个荀彧好了，把肥料给清出来，也可以顺便的把那个好，这个要绑起来，不然到时候被吃掉就麻烦。吴国的话，欸，蜀国的话，月影可以再往上拉。吴国这里的话就是可以三只。哎呦，我居然没有把那绑好，看到那个卤肉饭就觉得生气。卤肉饭加上这个那个
张昭、胡须章，九星都有了。好，两只九星的这个大乔，基本上大乔身上十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陆逊的也有了。那接着下来的话，就是憋到那个高昭出来，高昭好像225吧。然后招前令不知道几张，再加上官印的部分就可以。不过我觉得蛮可惜的啊，没有高小乔抽不到啊，然后我想要抽的都抽不到啊，然后都可以抽一堆阿力不大的都给我了，这么多阿力不大的给我，然后神咒语出现了，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抽，我们的Part 22就这样到一个段落结束，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